当保罗他不能够亲自造访教会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通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处理。但是他侍奉后期因为入狱，所以没有办法亲自造访教会。圣经上的保罗书信大多是他在入狱或者是软禁的时候写的，所以呢，他不能够亲自去处理问题，必须用写信的方式来处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卷书信。 呃，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捕的时候写的。当时他遭到软禁，跟一名罗马士兵靠在一起，但是因为是关在自己租的屋子里，所以可以接见访客。再来写给提摩太还有提多的书信，是在黑牢中等候处决的时候所写的。所以保罗的书信大多是在狱中写的，很多杰出的基督徒作品都是在狱中写成的。 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就是个好例子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所谓的监狱书信，是保罗第一次遭到囚禁的时候写的。那次是遭到软禁。我要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前面说过的几件事。保罗的书信可以归纳为三种：第一种是写给个人；第二种是针对教会的某个情况而写；第三种是一般书信。 给一般的基督徒传阅，不是为了处理危机。有三卷书信是在同时间写的，由同一名信差，名叫推基古，送到同一个地区。第一封是给腓利门的信，那是保罗写的第一封短信，谈到一名逃脱的奴隶，这我们以后会谈到。接着他写了哥罗西书，因为哥罗西教会出现了一个危机。 再来，他写了一般性的书信，我们称作以弗所书。这封信原本没有标明地址，在早期的手抄本中没有出现以弗所的地名，可见是一般性的书信。最后传到以弗所就留在那里。所以这三卷书信的性质不同。现在要看的哥罗西书是第二种书信，你必须从字里行间了解他们的处境、情况、危机还有需要。 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？他这封信又是写给谁的呢？他为什么要写信处理对方的情况？我们必须要了解每卷书信的原因。保罗的书信有一定的格式，那是希腊文化之中正式的书信格式，有寄件人的名字，有收件人的地址，还有问候语、信的本文、总结。 最后的问候语，然后是签名。所以我们在看圣经上的书信的时候，必须要先回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如何，看看教会实际的情况，然后要和今天产生关联，把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需要做很多功课。 现在我们来上一下地理课。这里是土耳其的西方，我们从这张开始看。保罗书信所到达的地方几乎都在这张地图上：加拉泰书、哥罗西书、费利门书、以弗所书、哥林多书，还有罗马书，这些地名都在地图上。帖萨罗尼迦书、菲利比书，保罗的书信大多是送到。 爱琴海地区，但是我们现在要仔细看的是土耳其西部，当年是罗马的亚西亚省。这是一条呃循环路线：以弗所、是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和老底加。各位是不是很耳熟呢？这是《启示录》中收信的七个教会，信差可以顺着这条路线送信。 但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地区，这里有一个山谷，被三个城镇所环绕：希拉波利、老底加和哥罗西。我们要看这块小地区和以弗所。保罗这个时候在罗马遭到软禁，但是他写信给这个地区，特别是这个山谷。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，这是一座很美的山谷。穿过这座山谷的河流，名字有重大的意义。 山谷在这里，哥罗西在这里，很美的一座山谷，群山环绕。但是穿过山谷的那条河叫做曲流。曲流，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这条河流遍布许多地方，曲折这个词就是来自这条河，一条曲折的河流。我们将看到哥罗西是一个曲折的教会，教会的情况常跟他的所在地有相关联。 当地的情况渗透进入教会当中，这个教会开始曲折起来，就偏离了真理。教会偏离真理是很常见的现象。以上就是背景的介绍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哥罗西这个地方。保罗的第一封信是在《腓利门书》谈到一个逃脱的奴隶，他把这个名字叫做阿尼西姆的奴隶送回到主人那里。 主人菲利门是住在老底家这个地方，但是保罗他当时也想要写一封信给哥罗西教会，还有给以弗所教会，所以这三卷书信同时送出，由同一个信差送到同一个地区。现在来看哥罗西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你可以看出这座城位在一条要道上。 穿过亚细亚通到亚拉伯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。为在这样一条东西要道上会产生一种情况，就是有各种背景的人来这里定居，而且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旅人。所以，格罗西城像是一个大都会，有早期定居在这里的腓力基人，还有很多希腊人，有犹太人，还有罗马人。后来，萨拉森人。 把这个城市变成一个萨拉森城。这座城一向是个世界村，因此又更重要了。这座城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，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城市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呢？这个词现在很普遍了。多元宗教是指同一条街上有不同宗教的信徒。今天的英国普遍有这种现象。 国民罕市有些街上可以看到锡克教徒、伊斯兰教徒、佛教徒、印度教徒、基督徒和犹太人，通通住在同一条街上，这当然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。这么多不同的宗教互相竞争，怎么样和平共处呢？面对多元宗教的情况，不同于面对大多数人是信奉同一种异教，以夫所人大多是信奉同一种异教，这种异教也就是。 雅迪米女神，但是格罗西就不同了。这个地方各种宗教充斥。我在这里列举一下，有泛灵论，这种宗教相信自然界中万物皆有能力，河有灵，树有灵，山也有灵。你可能以为现代人不会去相信这个，但是随着绿色运动兴起，这种论点死灰复燃。 膜拜生殖的邪教，膜拜大自然之母，实在是很奇怪。膜拜大地的人都是大地为女性，呃，有大自然之母，还有大地之母。有很多持泛灵论的人都是膜拜大自然中的灵，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自然现象，在刚刚的那张图片当中看不到。那座山，整座山都是白色。 他们把它称为棉宝。我最近在一些旅游手册上看到了照片，观光客在这座雪白的山上游泳、做日光浴。温泉中盐分的沉淀物覆盖整座山，蔚为奇观。你可以在旅游手册上看到，很多人去那里泡温泉，在白色的山岩上做日光浴。这里就叫做棉宝，呃，有温泉。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，当地人就加以膜拜。再来是很流行的星象学，是从东方的波斯传来的。当年在格罗西教会里，就有人迷上了占星学。今天在英国有六成的男人，还有七成的女人，他们就天天占星。呃，莎士比亚说：“亲爱的布鲁特斯。” 问题不是出在星座，而是在我们自己。可是呢，还是有人占星卜卦。所以在哥罗西这座城里，有范灵论，有从东方传来的星象学，有希腊和罗马的万神殿。哥罗西城里膜拜希腊和罗马的各种神奇，还有从东方传来所谓的神秘宗教，通常被称作诺斯底宗教。诺斯底宗教跟不可知论。 论点刚好是相反的，不可知论说没有确定的答案，诺斯底则认为有答案。诺斯底有许多秘密知识和入会权利，所以哥罗西有神秘宗教，另外还有犹太教。但是哥罗西跟圣地距离很远，这里的犹太教已经有点变直，犹太教很容易这样，主持广播节目的莱诺布鲁拉比，他就是典型的例子。 当犹太教离开原来的根，就会变成那样，变得更像哲学，少了一点道德，多了一点神秘，已经脱离犹太教的真谛。很多人因此受到吸引，可是这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变得既不是犹太教，也不是基督教。格罗西也有基督教，但是不是由保罗传来的？保罗没有来过这里，甚至可能也不曾路过。 那么，哥罗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？当年保罗去以弗所，带领一个叫做以巴弗的人信主。以巴福想把福音传给他家乡的人，保罗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是哥罗西，于是保罗就叫他去哥罗西传福音。哥罗西教会是以巴弗所建，他在以弗所由保罗带领信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保罗写信的这间教会并不是由他建立，他也从来没有去过。 所以哥罗西书中才有那么多的问候语，因为他需要跟对方套交情。你写信给陌生人的时候，都会提到双方都认识的朋友。所以保罗提到以巴福，提到哥罗西出身的雅里达古，也提到了迪马，另外还有几个彼此都认识的人。以巴福告诉保罗，哥罗西教会有一些问题，但是以巴福并没有正式的使徒身份。 他只是去传福音，找了几个邻居一起聚会。但是现在教会出现了问题，以巴弗把实际的情况告诉保罗，保罗就决定写信给哥罗西教会。但是保罗对这个教会并没有权柄，因为这个教会不是他所创立的，教会的人也不认识他，所以书信从头到尾的语气都十分冷静温和。 跟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语气完全不同，因为跟陌生人说话不可能用强烈的语气，非得要跟熟人才有可能。所以哥罗西书比较委婉。那么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圣经学者对于实际情况如何一直有不同的看法。不过这个教会在信念在行为上的确出现了。 错误的教导，信仰会影响你的行为。信仰如果是错误的，那么行为必定有偏差。信仰如果正确，行为就会正确。信仰如果是错误的，行为必有偏差。所以，错误的教导进入了教会。那么，到底是某一个异端教导吗？的确，有一些圣经学者这样认为。 是某一个神秘宗教吗？还是诺斯底宗教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，因为我们从保罗所列出的错误信仰和行为，看不出是哪一种已经存在的异端或是邪教。有一些异端马上可以识破，但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却没有办法一眼就看穿。那么？ 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教导进入了教会呢？不是犹太教，不是神秘宗教，也不是星象学，好像是很多东西的集合。所以圣经学者才会感到不解。但是这跟新世纪很像。各位知道新世纪吗？新世纪是一种心态，它不是一种运动，它是一种心态。 而不是运动，像是大杂烩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素食主义、女性主义，还有大地之母主义等等。新世纪思想就像是滚雪球，沿路扫到的东西都被包进去。它并不是某个组织，它只是一种心态而已。我想，渗入哥罗西教会的异端，应该就像是这个样子。 那是一种心态，简单的说是个大杂烩。哥罗西教会真正的问题自古至今都存在，那就是把太多外面的东西带进基督教。所以问题不是出了异端，而是出了宗教杂烩。这个词你们需要知道，宗教杂烩就是把很多种宗教。 混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大杂烩。看到什么就抓进来缴获，这不是什么异端邪教，而是一个不好的大杂烩。当你在基督教信仰之中掺杂了其他的宗教的话，再加上你的外邦背景，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基督教。也许你还称它为基督教信仰。 但是他其实已经失去一些精髓，这正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当今教会特别棘手的问题。所以哥罗西书带来的信息非常重要。这篇信息十分理性，但是今天真的很需要冷静的头脑，需要温暖的心和冷静的头脑来把问题给理清楚。今天有很多种东西不断的渗入教会，反社区健康疗法已经进入教会了。 却有很多基督徒在做，就连瑜伽也进入教会。我们必须看清这些事情，了解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。哥罗西书给了我们一个好工具，让我们可以分析信仰掺杂的危机。尤其今天的社会施压给我们，要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掺杂，要我们相信各种宗教，把佛教、印度教、基督教和犹太教掺杂在一起。 教宗在阿西西召开联导会，呼吁为世界和平祈祷。所有的宗教都出席了。在坎特伯里教堂有一片树林，各个宗教各从不同的路走向教堂，为这些树祷告。很多都跟自然界有关。你会发现，万物皆有灵的信仰渗入了哥罗西教会，这种现象到今天仍然存在。我先讲这个，好叫你看见。 这种现象到今天仍然是存在的，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这种情况。在哥罗西教会的宗教杂会中，其中当然有犹太教，有些犹太教的信仰被带了进来，还有异教的信仰，喊范林论等等，全部都掺杂在一起，基督不再居首位。这就是整卷哥罗西书的关键。 一个教会越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，越是谈反社区健康法或是瑜伽有多好，那么就会渐渐不再谈论基督的作为了。在各种宗教信仰的掺杂之下，基督就不见了，也就是耶稣的名不再居首位。所以哥罗西书非常强调基督居首位。 要愿基督居首位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。当你在基督教信仰之中掺入了其他的宗教，掺入你信主之前的背景，那么就会取代基督原有的地位，让你的信仰失去了真正的焦点。各位一定要注意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信，来看看哥罗西教会的情况。 问题就是出在信仰掺杂，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宗教，这样做肯定会有危险。英国有很多人把基督教当成一种宗教，我称之为教会宗派。你应该晓得我的意思。英国表面上是基督教国家，但是很多人只把基督教当宗教。基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宗教。你的见证是不是这样？ 信了基督之后，就不再把基督教当宗教。好笑的是，你的邻居会问你：“听说你信了宗教？”这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回答说：“不，我已经不搞宗教了，我不再信宗教了。我以前信，现在不信了，因为信宗教的人并不信基督，连迷信也算是信宗教。我们不再信宗教了，因为基督信仰不是宗教。” 想要打败宗教掺杂主义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传讲基督简单的真理，就是这样。基督信仰很简单，不是宗教，而是跟基督建立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只有这个方法能够遏阻信仰的掺杂。只要单单说不，我不信宗教，我不参加宗教集会。 我相信耶稣。很简单，所以就是这两个主题：第一，信仰掺杂之后，基督教就变成了宗教；第二，要单单把焦点放在跟基督建立关系。这就是哥罗西书的重点。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教会的信仰掺杂情况。也许这种情况有别于今天的信仰掺杂。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学习。基督教信仰中掺杂了其他信仰的结果，就是信仰遭到稀释。哥罗西教会的信仰在两方面被稀释。第一，他们不再明白上帝的内助。我要解释几个艰深的词汇。 基督徒相信上帝同时有超越性，也有内住性。他既是高高在上，超越我们，却也内住在我们心里。这是一个吊诡，如果拿掉其中一项的话，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上帝远远大过宇宙，却比我们的呼吸还靠近。 因为它同时有超越性跟内助性，哥罗西教会的宗教杂烩让信徒忘记了上帝的同在，以为上帝距离他们十分遥远，上帝遥不可及。没错，他是高高在上，好像是遥不可及。他们把缺掉的部分用天使、猪灵等等事情来填补。当上帝不与你亲近。 你就得用别的东西来填补空缺，可是那些东西却会变得比上帝离你更近，知道吗？这是哥罗西教会的第一个问题：越来越感觉不到上帝跟他们同在，觉得上帝越来越遥远。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，但觉得他遥不可及。各位知道吗？ 有一些教会的建筑让人觉得上帝是遥不可及的，特别挑高的天花板、高耸的拱门，一走进去就像一只老鼠，只敢轻声说话。上帝像是遥不可及的。相反的，今天也有很多教会把上帝看得很近，像是哥俩好。各位晓得我的意思吗？跟上帝称兄道弟，忘了他是令人敬畏的神，忘了要敬畏他。 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。如果忘记上帝远远超越我们，忘记他的伟大，我们就不懂得敬畏他；但是如果忘记了上帝的内助，就感觉不到他的同在。所以这两点，请各位一定要牢记。哥罗西教会忘记上帝的内助，觉得上帝遥不可及；然而他们心中却把基督的地位看得太低，忘记了。 要使基督居首位，把基督跟其他受造物放在相同的地位。耶和华见证人那种谬误悄悄进入哥罗西教会，把基督看成受造物而非创造主，认为基督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，这正是耶和华见证人所信的，认为。 基督不是神，而是介于神和人之间。他们把上帝看得太高，把基督看得太低，信念遭到了扭曲。这是哥罗西教会信念上的问题。保罗需要处理这两件事，他处理的非常好。而在行为方面，他们不但稀释信念，而且还规定了一些行为。保罗提到。 有两件事悄悄渗入教会，这两件事原本是非基督徒做的事。第一件就是遵守节日的庆祝。格罗西教会开始庆祝一些一年一度的节日，还有每月一次的节日，以及每周一次的节日。各位在新约圣经里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徒。 有什么节日应该庆祝？这可就碰到痛处了，因为教会所庆祝的节日大多来自异教的习俗，这些习俗渗进了基督教信仰。讲到英国的宗教掺杂情形，圣诞节是最好的例子。跟基督徒说不该过圣诞节，后果我很清楚，因为我说过这种话。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激动的来信内容，只因为我坚持别让圣诞节跟基督扯上关系。你会很难相信这种话那么不受欢迎，但是新约圣经上有哪一处经文要求基督徒过圣诞节呢？根本没有。但是宗教掺杂的结果，把异教节日摆进了基督徒的行事历中。如果没有圣诞节和圣诞夜圣餐，那么我们要干嘛？ 各位，这根本是把异教习俗掺入基督教信仰，基督变成只是马槽中的婴孩，但他不只是个婴孩。各位，我越讲越激动了，了解吗？格罗西人有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他们很糟，格罗西教会竟然掺杂了异教习俗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 当别人说我们不该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可不行啊！圣诞节是教会最棒的节日。基督教信仰的重点不在庆祝节日，不在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。新约圣经有要求你特别庆祝复活节吗？没有，基督天天复活。新约圣经甚至也没有要求外邦基督徒要守星期日。 但是我们都希望把星期日看成特别的日子。新约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这么说。想要守主日当然可以，想要天天守主日也可以。我们是自由的，没有律法要求我们要守主日、圣诞节和复活节，但是我们却这么做，还以为这是基督徒该做的。我们就跟格罗西人一样。各位，保罗叫我们不要守特别的日子。 不管是年节、月朔，或是每周的安息日，都一样。将来的世代不会有特别的日子。你愿意听从这话吗？另外一件事也是来自希腊风俗，认为禁欲是好的。禁欲是一种美德，所以他们禁止人结婚。他们提倡独身，他们也有一连串的禁令。 什么不可碰，什么不可吃，但是保罗告诉他们，上帝赐各样食物给我们吃，基督徒有自由可以进食或享用食物。你是自由的。有一次，我受邀去吃饭，那对夫妻有三个孩子，桌上的饮食很丰盛，光闻到香味就让我垂涎三尺，我迫不及待想开动。男主人请我做谢饭祷告。 我说：“主啊，食物上桌，我准备开动了。感谢您。”我张开眼睛，一看到男女主人一脸惊恐的看着我，他们还以为这个客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但是三个小孩可是高兴极了，从表情看出他们在想：这种基督教信仰太棒了！我才不会用又臭又长的谢饭祷告来吊人胃口，这是亵渎神的。呵各位，希望我没有吓到你们。基督教信仰的重点。 并不在于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，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，就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。稍后会谈到保罗认为基督徒该放弃什么，我们应该放弃骄傲、愤怒，有很多东西应该放弃，但不只是在四旬斋的时候放弃。各位，问题就出在如果你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，就会自以为是一个好基督徒。 但是在四旬斋来临之前，你却大吃特吃松饼。这就是星期二吃松饼习惯的由来。四旬斋一结束，你看回教徒的斋戒月，他们在斋戒月期间天天进食到日落为止，之后大吃一顿，搞得消化不良、脾气暴躁。所以基督教信仰的重点不在守特别的日子，而在于天天放下骄傲和愤怒。各位。 重点并不在于守特别的日子，而是要天天活在基督里。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，天天都是圣诞节，天天都是复活节，天天也都可以是主日。我们不需要守特别的日子，而要随时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我越讲越兴奋了。我们看见哥罗西的基督徒在信念和行为上渐渐地偏离基督。 保罗说：“解决之道就在于保持简单的原则。”马丁路德当修士的时候，曾经努力的想要拯救自己，方法就是天天向三个圣徒祷告，每周要向二十一个不同的圣徒祷告，并且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鞭打自己，直到昏死为止。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把罪给逼出来，甚至去朝圣，跪着爬上罗马的圣梯。他什么都试过，后来。 他全部都放弃了。地区总监斯陶佩兹神父问他说：“马丁路德，你如果放弃崇拜圣人遗物，放弃朝圣，放弃向圣徒祷告，你如果放弃这种种灵修方式，你要用什么来替代呢？”马丁路德回答：“基督，因为人只需要耶稣基督。”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就此展开。 把这些全丢弃，恢复基督原有的地位。重点不是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，而是天天活在基督里。原则很简单，单单住在基督里。接下来，他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基督上。首先，保罗他说：“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”卫斯理就说。 我们的上帝把自己缩小在人类有限的肉体中，只要拥有基督，就拥有全部的上帝。在耶稣里可以得到上帝一切的丰盛，所以一定要牢记，耶稣是宇宙的创造主。他参与宇宙的创造，他做桌椅之前先造了树，让你从树取的木料；他给登山宝训之前先造了山，好作为讲台。 宇宙被创造的时候，耶稣在场，没有他就没有受造的万物。他不但创造宇宙，也征服各样的权势。宇宙间各样的权势全在耶稣的掌管之下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。第三，保罗说，基督掌管教会，是教会的头。教会只有一个头，他不是多头马车。 教会的头不是人，而是神。教会的头就是耶稣，这个掌管权不属于人类。耶稣创造宇宙，掌管自然界中各样的权势。各位想一想，电视上这些介绍自然界动物的节目，为什么不把荣耀归给天赋，而要归给大自然之母呢？应该把荣耀归给耶稣，这全是耶稣的作为。 是他创造那些动物，是他创造令人赞叹的力与美。我们跟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关系，就是他居首位。上帝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必须以他为焦点，并且必须从许多实际层面表现出来。首先是你的情欲，你的情欲，天天放下错误的情欲。 不止在四旬斋的时候才放下，消灭不属基督的情欲，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。不止在四旬斋的时候不吃甜食，而是要消灭不属基督的情欲，免得情欲成为我们的主宰。这就是说，在教会要进入扶贫，并且饶恕别人，就像基督饶恕我们。基督对我有无限的耐心，我也应当对你有耐心。 这就是活在基督里，他已经饶恕我，所以我必须饶恕你。我们祷告说：“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。”我们应该像这样单单活在基督里，并且在家中要和谐相处，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。在家庭中，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，还有主仆之间，这些都是家中的关系。 仆人当然也是住在家里，在这里有一个词不太受欢迎，就是顺服。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子女要顺服父母，仆人要顺服主人。相对的，丈夫、父母还有主人，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，要对那些顺服他们的人抱着牺牲的态度。所以重点是在这里，而不是庆祝特别的日子。 不只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到教会庆祝，也不是用苦行来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就自以为自己是一个艺人。真正的重点是，单单的明白你只需要基督，而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所以你应当活在基督里。这个信息何等重要！上帝所要的。 并不是有很多人到教会来庆祝什么节日。他要的是单单活在基督里的人，在各方面、和各种关系上，天天活在基督里。哥罗西书的信息很棒，今天的人真的很需要听。各位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听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 我必须老实说，《新约圣经》从头到尾都明白警告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。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，另外在马太福音、希伯来书还有启示录中也讲得很清楚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说：“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。”这一点很重要。 保罗警告他们：“要是你们向不敬虔的情欲低头的话，就进不了天国。这是很严重的事。如果你没有持续活在基督里，却落入了宗教形式的捆绑，只晓得遵守外在的仪式，还以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，基督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主，你会有危险，失去基督就会失去一切。”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清楚地指出：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这些全是你的。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他说：“因为有不敬钱的情欲，上帝的愤怒即将临到。”我不希望这愤怒临到你们。保罗他在第二章里说：“你可能会失去资格，不能再继承你的产业。”他说：“我希望你具备资格。” 但是这些事已经悄悄的进来，把你掳去。他的措辞十分强烈，把你掳去，将你带离耶稣。你若在基督教信仰中掺入别的东西，就会这样。这些事会绑架你，把你带离耶稣。这是从负面来看，强烈警告你：基督徒有可能会落入宗教的捆绑。一旦这样， 就会失去耶稣，没有他，你一无所有。从正面来看，基督教信仰就是基督，所以要持续活在基督里。这里的重点经文是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：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尊他而行；当尊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各位，光是信基督还不够，还要在它里面扎根建造，让信心坚固，并且在各方面持续活在基督里。危险就在于有别的东西会进来，把你带回宗教的捆绑之中，甚至是基督教这种宗教。这种宗教不属基督，会让你一无所有。耶稣说过。 我是真葡萄树，你要常在我里面，待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的枝子必定要结果子；不在我里面的枝子，要被砍掉拿去烧了。这很危险，所以保罗才会愿意写信给一间他从来没有去过，也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。但是毒药已经渗入这个教会了，保罗担心的是他们会失去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。 于是写了这封书信，这卷书信的语气冷静，非常的理性，我们都需要好好研读。